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长聚焦。呃，十一月一号，这时间，二零二一就这么基本过去了，还剩两个月，两个月会非常残酷的。我自己觉得啊，会非常残酷，大家会看到非常、非常冲突、非常冲突的场面。呃，我也个人也相信新闻的新闻呢，可能新闻热点会比较多，其实又很集中，从美国转向中国。 呃，这是我们节目中一直跟大家解释的。那昨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呃，有关《Nightbird》，It's OK，呃，大家看反应比较那个。我们后后面节目，我就等于昨天是找到一个办法了。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很多这样的内容，在下面自己去，我们朋友们自己去看它的原作，然后我们跟大家分享生活的东西，呃，生命的东西的。 在这样的一个非新闻类当中呢，大家会在比较轻松的一个环境中，能够能够能够感受到一些生命的真实。我这是我们个人一直推崇的，呃，我觉得那是真正的，所以也希望朋友能够在，呃，现在就是实操，要么样，人生与呃，人生与感悟呢，大概还差一点点儿就就可以做火了，还差一点点儿，大概观看。 有些节目再观看一段时间就行了，所以希望朋友去在我我这个链接下面能够订阅它，啊，我这这期节目就直接先上到石头 news 了，后面逐逐渐会比较多，因为只要环境许可的话，呃，不是那么很需要时间去搭配那个环境，就应该 OK 了。所以跟大家讲一下，那现在要分享的呢，呃是。 川普很热乎了，很热乎了。十分钟之前，他提发了一个长文，呃，讨论的是这讲的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呃，是将要在明天发生的。美国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州的州长竞选。那州长竞选呢？弗吉尼亚州是民主党人的相当于大本营的概念。那如果按照 原来民主党的说法呢，躺着都能赢的地方。那今天呢，民主党人遭到就民主党的竞选者遭到历史性的挑战。在历史性挑战当中啊，包括应该是哈里斯啊，我忘了希拉里是不是有这么讲，但哈里斯是明确这么讲：输了佛州就输了明年的参啊，输了这个这个弗吉尼亚州。 就会输掉明年的参众两院，对民主党人是致命的。这、就是，这是他认为是这样。第一个，第二个，在经历过美国大选之后，嗯、在有关你看到的什么司法审计，这些都是非常坎坷的。但是呢，在所有各个竞选的州，跟我们看到的民主党人的所作所为，基本上真相披露出来，呃，它会有造假，还依然会存在。 但是呢，这个成分，这个就是敢出手去造假的本身呢，呃，应该是被遏制住了，应该是被遏制住。呃，民主党人在美国大选当中的造假的手法，依然还是很幼嫩的，啊、呃，这是非常幼嫩，他并没有敢透过计算机，在根本不存在的选票进行造假，这个没有。 他一定还是用一些比较、比较、比较掩盖的手法。你比如说老人院，那老人院造假呢？呃，他就是用那些死人票也好，或者是完全失去了那个能力的人也好，但要用他们的名字。是找了一个人，这屋里有有三四十个人都没有没有这种能能力了，这个人去说，还得说服他们按照他们的方式去填。 呃，并没有说他们那儿有四十五个，给它变成五十四个，把计算机里一加就完了，没有。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方法、是方式的造假，如果是邮局选票的造假，那在那么一个几十亿、上十亿美元的投入，Facebook 投入了将近五亿，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投入的背景之下，这种运作的话，今天不可能了。但会不会发生呢？ 这个这个是肯定，的，呃，我这么讲，这基础是亚利桑那的选票，亚利桑那的选票，它选票数是对的，所以它并不是选票数是错的，不是，所以那这这个结果就变成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跟大家解释，如果是这样的话，民主党就基本就没有戏了，因为再去以那样的方式没有了。但是呢，在美国大选当中， 左派势力的这种造假的做法，冲击着人们基本的认知。因为无论什么样的人都不愿意被欺诈，就是极左派的人，他也不愿意被欺诈。这个我相信朋友能理解。当他成为自己成为一个欺诈的分子之一的时候，自己成为一个资助欺诈者，你今天再去投票民主党人，就有一种资助。 欺诈者，那其实是对个人的一种羞辱，所以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弗吉尼亚州我，我以我以为在大选中出现的故事状况呢，就是一个显而易见。这是民主党的竞选者，这是共和党的竞选者，大概基本上就这么个这么个故事。那这个故事为什么把川普融进去了？是因为，呃。 假媒体，假媒体在啊，就是主流媒体在协助民主党人竞选弗吉尼亚州的时候，去编造了一些故事，就是他跟川普之间的关系。所以，川普成为了一个完全的标志。川普在美国的号召力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出其左右的。所以，结果左假假媒体就去营造舆论，说他是川普的死对头。 啊，他不穿，他他跟川普之间冲突极大，在认知上，在问题上，呃，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川普刚才十分钟之前就发了一个推文，号召号召所有弗吉尼亚人出去投票。呃，这是川普刚刚很热乎很热乎的推文，所、哎、以川普呢就变成了一个，这是我们看到直接直截了当的参与了，在美国大选之后。 呃，美国大选之后，说白了，应该是在佐治亚州，佐治亚州两个参议员那个选举一月五号投票那个之后，我们看到川普比较，在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单纯的背景之下，呃，鼓励人们出去投票，因为在那之前呢，那个佐治亚州投票就比较复杂了，有人鼓励投票，有人不鼓励投票，就就其实是把共和党给分，把共和党分离了。 他说白了是把选民给分分离了，在当时的信息的背景之下呢，很多选民，呃，没有了一个选择，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讲说是支持共和党的人，那这是一月份，所以在十个月、十一个月过后之后，十个月过后之后，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在美国的民众当中，尘埃落地，人们在有关选择。 到底选择谁去代表自己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种自我独立的认识比较强了，就是比较比较确定了。在确定的背景之下，川普也就明确了自己的自己的态度跟观点，出去投票，所以整个事态就变得很清晰、明确、单一。假媒体和主要在福克斯上做令令人作呕的广告的变态，试图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 格伦·杨金和我意见相左的印象，啊，重要的是这不是真的。我们相处得很好，并坚信很多相同的政策。这里面就其实同样诠释了，在此之前，他曾经抨击过福克斯。他说：“福克斯做的广告是假的。”你去攻击我，那我呢又没办法花钱。 到 C N, N 给我自己做广告，N B C Goes，他们不给做，由于川普当时就嘲讽了这个福克斯，福克斯是相当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是真正是相当的获利者。呃，福克斯既有像这个像这个卡尔松这样的极其犀利的这种一极其犀利的这种右派做做法，保守派做法，那里面包括几个人，对吧？ 同时呢，他又不拒绝，不拒绝相应的攻击川普的内容。原因很简单，攻击川普，只要川普为中心的新闻，他可以多挣钱。但是呢，他又似乎又有他自己的观点看法，所以这是一个渔翁得利者。呃，我们很难说对错，我只能说，在任何时代，任何时代都会有这样的生东西。 一定会有这样的存在，所以川普就去，那假媒体呢，就是直接攻击川普的。所以川普，我以为出在一种，呃，对这种事情是一种无奈了，因为他就是这么个，就这么个生命。而他攻击的手法就是说，共和党的竞选者杨金，那共和党的杨金呃，跟川普意见相左，他不是不相左，是相左，就是大家有冲突。 所以，那川普的上来就表明，我跟杨金，啊，我跟杨金关系很好，很多相同的政策，特别是在教育这一重要的呃、啊、概念，教育的概念，这这个问题就是家庭，就是父母的问题，呃、啊，跟美国的跟美国的叫做什么？美国的司法部把家长的抗议的行为说为是国内恐怖主义的做法。 是完全对立的，所以杨金是完全抨击，呃，美国联邦政府当联邦政府当中的司法部的做法。那我们节目中跟大家介绍了，那川普同样是持等同的态度。那以以此呢，今天杨金宣布说，他拿下弗吉尼亚州呢，绝不会在州里面实施疫苗管制，啊，不会强迫疫苗，所以这是他不会强迫打人，这是他。 推出的政策，所以这样的政策，而他自己不拒绝疫苗，他自己也打疫苗，都是跟川普是一样的概念。呃，假新闻、变态的追随者呃，推动工作原因是试图让人们相信我们彼此不喜欢。呵因此我，我我伟大而史无前例，让美国再伟大，基地不会出现投票。所以这里面他就提到说，川普的。 左派媒体的做法无外乎是让川普的追随者不去投票，这个支持杨金，那这个这个，从而让杨金失败。从而这也就反映出川普的这里面的做法，反映出川普的真正的影响力。所以，他也就提醒了，在州长一级，包括包括总检察长周、周务卿啊，然后联邦议员一级。 任何竞选者，他都离不开川普。你你这都可以，这完全都可以算出来有多少个，对吧？五十个州，五十个州，一个州长，一个州务卿，一个总检察长，这才一百五十人。你再加上参众两院，所以加起来是几百人。这几百人，却在影响当中，川普一个人的影响力可以影响到他们所有。你比如说。 在在在这个参众两院，如果他有三分之一的人进行重选的话，大概是这么算吧，三分之一的人重选的话，他加起来也就六百两百来人儿，所以两百多人，而州长跟州务卿也不是全都选的，所以他真正背书需要背书的大概三百人到四百人，那那他的力量就可以想人也完全他可以 handle 住，对吧？恐怕没有那么大的数量，他完全可以 handle 住。 而让美国再伟大的力量，足可以左右美国大选，左右各地区的各省州长、州长各，这就是真正的他政治实力。他也是说，共和党已经惹不起他，民主党如此惧怕他，其实都是显现。那这一次呢，它是一种标志了，这是一种 test，啊、呃，将去考验川普的影响力，因为他自己直接出手了。 他号召人们去投票，号召他的追随者去投票，拿下佛州，呃，拿下弗吉尼亚州。如果拿下弗吉尼亚州，就是我们说致命的打击。所以，明天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对决。那这样的对决过程中，如果我们只说如果了，如果川普的期待获胜了，美国就过去了，美国这件事情完全过去了。你就会看到，呃。 川普的就曾经，川普的力量将越来越巩固，越来越巩固，就是尚存的正的力量在美国就就 OK 了。而从美国大选所引发的一切将去结束。而明天的大选的明天选举的时间，正好是美国大选的一周年的结束日。去年十一月三号是美国大选，今年十一月二号是弗吉尼亚州的选举。 所以时间是个神，呃，朋友们要能理解他。所以，如果明明天获胜的话，就是川普大选所引发的灾难，一切就终止了。那重心转到中国去。呃，然后他提到，我不相信弗吉尼亚州的完整性，很多坏事正在发生的，你击败他的方式就是淹没他。哎、川普很少有这么明白跟实际的人，就他的生命理念。 既有他的，又有他的实际操守，真正的做法。他认为在弗吉尼亚州选举系统不干净，那怎么办？你就如果他的选举系统的不干净，他的造假系统超过百分之五、百分之十，那更多的人出来投票去淹没他造假的成分。还有百分之十是造假的，你出来百分之十五的人淹没他。 他说的是这意思，就是那这种淹没的事情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在一年前大选的时候的佛州发生的事情。佛州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个州我忘了，然后德州发生的事情。佛州跟德州他们在投票系统中都造假了，在他可以伸手的地方，但是呢，佛州的投票率太高了，就把他给摧毁。 所以这是他他的意思，就是想在佛州跟德州发生淹没他，淹没他整个系统，出去投票。杨金是个好人，勤奋的人，成功的人，他热爱弗吉尼亚州，减税，呃，节省孩子们的教育跟其他的很多事情是件好事，所以他完全肯定了共和党的竞共和党的竞选者，而这个麦克阿。 呃，麦克利法是个低级的政客，这是对方。他是个撒谎者、欺诈者、偷窃者。呃，他遭到攻击的是他从外国政府中拿到了三十五万美元，呃，用他自己身上了。呃，糟糕的高税收的州长，如果当选，将再次更加成为更糟糕的州长。他可能是竞选连任了，因为现在可能是他。我对我的数百万粉丝说。 不要听假新闻和主要由已经承认的变态的撰写的误导性广告。出去投票给一个成为伟大州长的人，杨进，各伦杨进。哎，这是川普正式，我以为是正式对决了。那没有，因为我们之前没有看到他这么去号召他的人去投票给共和党人。那在美国大选的一周年的结束日里。 所以这是一个，这这是一个轮回，在时间上，年跟日，年跟日是关键，月呢是过渡，啊，那它表明着美国的完整的一个过程，呃，非常非常有趣。所以，我以为你看懂这些呢，呃，你永远不是一个寂寞者，寂寞者，你不会去妒忌别人，你会，你会欣赏你经历过的一切，就是你生命中经历过的一切。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